黄金门票早两星了，那不一定啊，那不一定。他就是不顺。七级凭啥顺？我就是岩石，也不需要全两星。不是非得全所有的全部都两星。有一个两星就行。管他是潘森是史奥玉是赛芬，有一个两星七级，有一个两星就可以上人口了。那全他妈一星，整个队就相当于全没有，还不如不给呢。让我为您指路。潘森不是两星吗？那他妈后边才两星，有个屁用？我钱都没了。连败开摆，啊，这俩没卖呀，这俩卖了就好了，卖怪好点。你是不是傻逼？啊，是不是傻逼？那连麦都不能，那连麦麦不能不能卖怪都不知道的人，你还在这指点啥呀？那闭嘴行不行？不会卖了再选海克斯，笨逼！你给我卖一个来，出海克斯了以后，你给我卖怪来，我看你怎么卖来。
要不我就说傻逼，那这是自己傻逼还不知道玩啥的、哎、你不会出海选蓝海和知识年代呗。纯是个大傻逼。我说两句吧，就是我急了，咱也不知道哪急了，你说。那自己傻逼吧，被别人说了就说别人急了，咱也不知道咋回事。谢谢孤立无援的飞机儿，你这傻逼脑子还不好使。我每次都能在正常弹幕里选出一个最傻逼的言论读出来，我给你看看有多少个傻逼啊！来，为什么不卖呢？为什么呢？一个啊，我给你找着有多少个啊？底下可以全卖。卖了吃利息，开摆，你这不卖牌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你自己看有多少个傻逼。就一个开摆的海克斯能搞出来这么多云。这还只是一部分呢，我还没有全看出来呢啊，我还没有给你全发出来呢啊，这只是一部分。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开玩笑，但是段位比你高？没有可能。没有可能，别圆了。他们就是纯傻逼，然后你非得给他圆一手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血掉有点太多了。
虽然写掉的有点太多了，但是经济也确实还是可以的。稍微值两波就行。整个背水一战，背水一战确实可以。背水一战该来一下子，或者是小巨人给一个也可以。小巨人、背水一战这都行。小刷一下吧。哎他妈，没有一个有用的。魔法伤害，真是伤害这个吧。只能是这个了。珠光十奥玉可以暴击是吗？输输，漂亮！严阵以待。没啥上的。不知道能不能顶到八级呀、啊？全是的卡莎呀！我的妈呀！这如果一回合只入我一个的话，我可以接受。没输成啊。选秀断连败，选秀断连败有什么问题吗？选秀又不给钱。来一首双银血吧。那是云玩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不知道啥意思，跟我说选秀断连败，
选秀，我一寻思这选秀也不多给一轮钱啊，就打野怪多给一轮钱。这小子是怎么做到70多滴血的？他质量好差呀！送给你们的礼物，没有意义。没有意义。不要这金龙，没什么用。我这维鲁西战斗力还可以。好像活了，第三轮胜利以后活了，给个攻速大棒啥的。四龙不玩四龙，玩不了，玩不了，你相信我，八级四龙没吃过分，除非有高端购物，你就老老实实的，你就赛分十奥玉，别的你都别想，明白没？四龙你就别想，就完事了，就来你也别拿，没有用。我要哪个呢？没什么钱呢，现在门票吧，门票。这门票也太垃圾了。这张赛分能要吗？不要了，
我先调一下站位，这样。差一块钱很难受啊，这不是差一块，这是差三块呀。我需要一个攻速，应该没啥人要。吃两雕像啥意思？不知道啥意思。我雕像还能吃俩，我头回听说。他有这么厉害吗？他也没有好事成双啊。哎，这质量能把我打成这样吗？有点东西啊。你看我一说吧，我说这质量能把我打成这样，哎，这版本暗玲珑无敌，就开始放屁了。你看着没，顺坡下驴呀，我操。这个章没啥用啊，我想刷一下。羊刀水银，再刷一个。魔问。要了。魔问可以给我住了，三项不错啊。三项的话放中间，武器放这儿。三项赛分，
正好想要个三项，不一定能锁得住血呀，要不然看看有没有潘森。还是稍微提提质量，找一个巴德或潘森。存钱嘛，这存钱这锁不住啊。你建议是存钱升九怎么样？你建议啊？那行吧，我听一回你的建议。我听一回你的建议。魔问给赛芬一直放技能，你可太能放屁了。那赛芬170点蓝条，你告我一直放技能，你可太能放屁了。别让我打这家，老让我打这一家，这家有点打不过，我没有重伤。潘森有中伤，潘森老死啊。我是来参加派对的。这时候攒钱拉酒，感觉不是很明智啊。我需要一个巴德，金鳞龙，金鳞龙，我能补个金鳞龙上去吗？好像补不了哎。拼一手，哎，算了，别拼了，找张潘森吧。确实也没提升了，钱只能留着下把花了。想第一个三星赛芬或者十奥玉，属于是做梦，不可能递得出来。这轮要是能赢的话，我还是考虑一手上九，好吧。这玩意儿打卡莎现在打不过是怎么回事儿？有这么难打吗？这些卡莎？
这家质量也就那么地儿吧，也就凑合，我感觉也不是很好，这质量也就一般。因为这个巨杀确实比较难打，战力海克斯没有，我战力海克斯其实都还好，他们也没什么战力海克斯，你最多就一个，一共就杀海克斯，哪有那么多战力呀？玩什么能打打这毒瘤卡莎呢？开始脑袋疼了，可不脑袋疼吗？妈的，全是卡莎，怎么整啊？